中国握手柴渠方。南方的哀思，南方啊，我的家乡，我的根系，南方有着最炽烈的太阳，肥沃时运的土地，南方有着最丰沛的河流，时针在河岸走起，南方有着最秀丽的山姆，堪比华头的风景。南方有着最温婉娇美的姑娘，守护家庭的妻子母亲。南方夏季多雨，冬天也不太寒冷，一年四季分明。南方不仅最适合人类居住，也是中国的粮仓、鱼市与果园。现在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。可是自古以来，南方被北方统治蹂躏，已经打压盘剥蹂躏。然而总有一天，南方人会掌握起自己的命运，不再低首屈膝。南方啊，稻谷飘香，南风习习，无论我在地球上哪一个方位居住，都改变不了我作为一个南方人的秉性。